这场考核正式开始，龙风斗的首场对决，硝烟四起，请你谨慎地做出决定。 首战过后，场场决战将接踵而至 ，Ready Go！ 两队之争必将愈演愈烈。本周力量之争刻不容缓，闪耀七龙珠以柔克刚，接下来就看你们了。冲锋少女队遇强则强，再来。然而出道只属于一队少女。 我再输三位成员将会面临被替换的危险。有请吴奇隆、谢霆锋。考试开始，两位教头将挑选各自满意的人选。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，我才不要我的人呢。七号，请到我的队伍。十六号、八号、六号、一号。第一次大考完，你们加起来减少20斤。 我选定了，我不会有遗憾的。任何时候，我都可以跟他们同进退。要比跳舞是你们最棒，你们一定要不断不断的告诉自己，这种机会一辈子就一次。第一场考试的主题是传承，输的一组有少女会被替换掉，要赢。 保密战当中，我们必须要有胜负。我们马上要进行的是第二轮的考核，请两位教头带各自的少女们去准备舞蹈的比拼，谢谢。闭上，闭上。必须强调的是，输队将有人面临被替换。好，第二轮舞蹈考核正式开始。走。 那么好看，指南针不能输，吴奇隆队一定可以获胜。
没想到啊，企业会想出那么多招数，从脱衣服到屏幕有设计，还有扔那个粉弹，还真的挺拼的，一浪接一浪的。谢霆锋队的少女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有请。没有预测就是赢，必须赢，我们就冲着赢去的。舞台是我的。谢霆锋队的少女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有请。教头以及两组少女共同回到舞台上。今天的这一场保密战当中，我们必须要有胜负。我想问一下推密团的各位成员，有什么可说的吗？还是一样惊喜精彩。编舞的想法是非常非常好，比如说吴奇隆对后边的粉包，比如说谢霆锋对身上的七彩慢慢慢慢的颜色出来，但是你们在整个的舞蹈当中，两个队都是在重拍的时候那一下嘣，那么一下，所有人感觉你们七上八下，就没有形成了一个气场，让我们跟你们一起震动那么一下。我想问一下，霆锋队有什么可说的吗？
没有想说的。别废话，来吧，是这意思吗？你起来。我相信大家都尽力了，那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进步的空间，我们会更好的。我想问一下推蜜团的各位成员，你们都已经有决定了吗？我们就来逐一表态，先从贾老师开始。我把我这一票投给四爷队。好，吴奇隆队一票。我的选择是清风队。哇哦，1-1。我今天想要选择的是吴奇隆队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好，现在吴奇隆队2票，谢霆锋队1票。对不起，我先来哦。好。谢霆锋队。2-2。接下来苏红，请你谨慎地做出决定，因为你的决定将给出今天第一场保密战的结果。我会的。好，说出你的决定。吴奇隆，吴奇隆，吴奇隆。没事的，别哭。我紧张的是小朋友怎么演出，他们有没有从中得到东西，而那五个老师怎么看。我不是不尊重，但是我也懂得看。我天天对着他们那么长时间，我不需要你评，但是我接受你的结论。对，我的紧张已经过了。别哭，站好。第一阶段的输队将会有3人被替换，每一场的输队将会由教头选择一位绝对安全的最优者。教头谢霆锋，是你做决定的时候。你要在你的队伍里头选出一位你认为表现最优的那位成员，保证他的安全。路还有很长，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在我不在的时候帮我整合一个团队的一个灵魂。他未必是最强的那个，但是是一个必须有的一个个体。好，你现在心里头已经有决定了。我们的队长，恭喜张悠然。悠然在这一场保密战之后，你有一个权利，你可以在本队的其他成员当中选择一位，让他免于被替换。当我听到我自己有这个权利的时候，我连考虑我都不想去考虑这个问题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一定会，下一场一定会赢。各位，经过第一场的考核，我们认为两队有同样需要改善的地方，而这个将成为我们下一场的主题。
这个主题就是力量。所以两位教头，我们希望在下一场看见各位少女在舞台上力量的爆发，实力的呈现。当然，为了让所有观众看到各位的努力，在明天我们将给各位准备了一个蜜蜂任务，而这个任务将决定你们在下一场的表演方式。上不来，然后就，我就觉得像崩塌一样的，我。他们强到哪儿了？根本不如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天跳12个小时，他们哪有跳12个小时？作为队长，我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结果。只有这样子的结果，才能让大家知道，所有的胜利都是来之不易。不讲讲，没有。要努力，三战两胜。赢了第一场，我希望连赢两场。嗯，好，好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这是第一场胜利，很重要。老师，你来中间坐吧。老师，坐在中间我回不了家。虽然我们赢了，但是，怎么了？第一天我们答应过要减20斤。我希望第一次大考完，你们要控制减少20斤，减少20斤。你们现在到底完成了多少？我们只减了。4斤多。老师，对不起，答应的事情是要做的。这一期没做完，你们到下一期要把它做完给我。白天刚好带水果了，饿了就吃水果。老师，那我们今天都赢了。说话说清楚。就是能不能今天吃一份，然后明天开始再超级减肥。我们不如这样吧，外面有餐车，我们去外面吃。吃什么随便你们点，但是想清楚了，就这一餐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快吃。等一下。你们有一群肚子饿的人，你这样来得及吗？要人帮忙吗？没有，老师卷袖子了。不要紧张，老婆。不紧张，在家天天做的。体验了刘诗诗老师的那种待遇，就是超级赞，超级好吃啊！太棒了，太美妙了，今天。哇，要开始了。看出来你们真的饿很久了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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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拿出你爱的辣椒来。哇，好热啊。这个肉可以多一点吗？
如果我们以后会有胜利的时候，我们绝对不会在对方面前笑，因为我们觉得失败的感觉很不好受。现在干嘛呀？先去找老师，我们想一下，等一下要怎么跟老师说。毕竟今天第一站我们就输了。然后这一次的原因，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因为，就老师他也很少跟我们去接触，我们大家也不了解他的想法。我们先上去问他我们叫什么，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带号码牌。这样太为难老师，我觉得就直接跟他。这还为难已经几个星期了。那我们上去找一下老师吧。对啊，找一下老师。我觉得大家要把自己的疑问提出来。是，走，你说。老师，不过要，但是很脏，你很脏了。OK， 那你站着吧，就。干嘛呀？想问一下，你知道我们名字？知道我们名字？今天我会发一些号码牌。拿了号码牌，那今天之后就暂时是那个号码 ，OK？ 你知道我们名字？我们其实平时也有看到你对我们很关心，但是我们总是觉得就是好像跟你会有一点点距离感。距离肯定会有的，距离肯定会有的。我不是要来装暖。我不是要来做一些其实对你们没有贡献的动作，我是来让你们离开这个节目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有进步。我是无论是一个歌手，一个舞蹈者，或者是一个人，所以我只是在灌输什么对你们的未来是有用。老师对不起。别对不起，真的别对不起。你们都其实都演得也不错，但是呢，我有看过你们更好，但是这些就是经验啊。对啊，大家都有进步的空间，真的，真的，别不开心。其实，反正也来说了，我们只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要赢回来。我们七个是很独特的七个，你选的那一个人，你可以在本队的其他成员当中选择一位，让他免于被替换。他们有要求，就是会跟你搬到同一个房间。OK， 好，别想那么多，其他的是其次，我们要的就是赢回来。好了，好，回去。谢谢老师。走，吃饭。好，太帅了，耶，真的很帅，强好吗？真的，就用霸道总裁让无法抗拒的感觉。靠，赢回来！好耶，赢回来！雨欣，
进来，进来。其实我观察很长时间，女孩子在一起都叽叽喳喳的，可是你永远是安静的一个。所以我想问，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赢？想听实话吗？我不认为你们赢，包括音乐上面，包括造型上面，我们做了一些调整跟变化，让大家看到多元化。但你说真的，整个实际的舞蹈的呈现，我们其实没有比较强。嗯，如果平心而论的话，我觉得可能他们的综合实力会强很多。团队里面，你算能力强的。谢谢老师。多帮帮其他人。好好好。嗯，我就是以后会有机会把我自己的才艺展现到后面的表演中。我们可以商量一下，你想哪一方面的才艺，你想怎么展现？可能弹唱之类的，这样就是我们住的地方会有准备，比如说器乐这样。你想要什么？想要琴。嗯，好，这个我来想办法。好，好吧。现场其实我压力挺大。我的压力。力量。知道老师压力挺大。一讲力量，我头就晕。木然，木然，出来一下。就我想跟你讨论一下，就是你想好了吗？就是你心中的人选，因为这个权利是你自己的嘛，就可能比较重大。但是如果我们面临了说，会有淘汰的人，但是你可能可以保一个，你要考虑清楚，这样就是特别怕你会，因为你这人很容易糊涂，很容易糊涂。找他的时候，我心里纠结了很久，我不是想说他要来选我，以我自己的努力或实力，我应该 OK 的。但是我觉得我身为他的队员，应该为这个队，给出一些正确的建议。你就要考虑清楚谁是有帮助的，那弱就是弱。这个问题我还要再想一下哦。OK， 拜拜，拜拜。啊，好紧张啊！我为什么那么紧张呀？我老觉得我要离开我的床了。要的就是赢回来，你就要考虑清楚谁是有帮助的。悠然，你冷不冷？你要冷的话，你把这个暖宝拿着。没事。完喽！要赢吗？再来！一定要赢他们！拼谢霆锋！少女，大家好！受推蜜团的委托，今天你们将进行一场非正式的橄榄球比赛，而且获胜的一队将获得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机会。两位教头和少女们，让我们开始吧！好，我来，开始。Ready, go!好快！
儿子。回来。跑的时候还是要沉一点，蹲一点。一样是两只脚在这里。哇！厉害！没办法呼吸，憋气。好，把昨天的愤怒放在他里面，放在他里面。把昨天的愤怒分发泄出来，快点。Ready, go。Ready, go。 人去了，但是人要抱的那个人还在后面。好的。Ready, go。 爆发，快点！用肩膀撞低一点。使劲儿，漂亮，能使点劲儿吗？使劲儿。我觉得玉凡他现在还是太松懈了，他永远的状态都是非常松，就没有为团队的荣誉战去想。所以主要是这个角度啊，是在旁边。哇，标准，这个好。只要你们做对了，就大家都不会受伤。好，我们省点力气，待会儿撞人了。好。腿受伤了，因为我信心满满的去比赛，就太投入去抢那个球，然后哎，下去的那一刻真的心都碎了，腰痛的感觉，就是朝顶，然后整个手都这样，就是跌倒，就觉得哎呦，自己怎么让自己受伤了呢？像我刚才说过了，注意手指，注意安全。比赛继续。Go!
公主获得一分。抢康康！快去拿一分，再拿一分，就忘了别撒手！啊，干什么？来来来，再来一个！给你挣，给你挣！快，左边，左边，顶上，顶上！小团团根据推密团的规则，本场比赛获胜方将有权选择橄榄球和搏击作为最后的力量考核。本场比赛获胜方谢霆锋组，现在有请谢霆锋老师，请你选择用哪个元素。我们选搏击吧。好，那橄榄球元素自动就交由吴奇隆组。好，没问题。下面请谢霆锋组带入下一个元素场地。我是关着的。他不会这样踢我吧？专业的 MMA 馆，拳馆。啊，不管，不要打脸。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，从节目一开始，我跟四爷在选你们出来的时候，给出的资源是不一般的。这个是上海的外滩，这一栋是震旦大楼，每一天在这里经过的人，我想也好几百万。外面是有一幅几十层楼的大电视屏。我们拿到了在第二季播出的时候30分钟蜜蜂少女的广告，这个是对你们的出道有很大的影响。好棒啊！所以我们不是开玩笑的，我们做得到，你们也要把水平提升。好了，好，你们会赢的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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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要赢吗？要！那是谁的？是我的！真的是谁的？要不要赢？下去，再来。5、4、3、2、1，再来，开始。要赢吗？要。要赢吗？要。里面有多少？把它拿出来。想赢就拿出来。啥？要赢。稳一点，对。谢谢，谢谢老师。老师，我也要打。你怎么打？继续打。嗯，继续打。5、6、7、8，1、2、嘿！5、6、7、8，1、2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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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！哇！我会关心大家的生活，我会了解你们的需求，那我力所能及，我会先帮你们准备。来换，迟早要还的。以后
记得把温暖传递下去。哇弹着温暖的歌给我们，弹什么呢？弹一首《当你》啊，大家会唱可以一起唱。好，进、okay、来。走，还没开始。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，这个送给老师。你是否还记得这座？如果有一天。干嘛呀、啊？到齐了 ？Yes。好，我今天宣布一个重大的事情。比赛之后，然后我有一个选择权嘛。现在这个选择权呢，我已经决定出来了。我也不说太多。我选择的是雪儿，选择的是雪儿。虽然选雪儿做那个安全者，我不意外。如果我作为队长，首先要保全就是团队的实力。他的选择是对的。我作为队长，我要为整个队考虑。我平时把你的表现，我一一都会看在眼里。你平时的训练，说实话，真的太过于懒散，注意力也不够集中，经常不管是被老师点名。或者是我们去提醒你，有时候你都回不来神，这个其实说实话在团队里面是很致命的。换房，换房，你们要把房间收拾一下啊！对啊，全都是零食，加油好吗？宝贝们，我会想你们的，不要忘了我。接你们带大家下楼，要去哪？要去哪？要去哪？第一轮考试已经输了，你们不觉得是惩罚吗？现在都几点了？所有人都陪着你们，没有我们输了嘛？没有人知道我们要去哪，满脑子都是那种恐怖的想法。当时那个状态很紧张，真的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。本节目由渗透补水澎湃保湿自然堂冰肌水冠名播出，扫雪碧定制装体验惊喜。本节目由雪碧特约播出，本节目由太子奶蜜蜂少女乳酸菌特别赞助。有没有发现进来的时候所有店铺都关门的了？其实，没有哈。
我这辈子都没有试过在晚上11:30让一家那么大的服装店不关门，就是为了你们。这里的花神说，我说我想逗几个小朋友开心，可以让这边不关门，就是从现在开始，这里有100多个世界的很厉害的品牌，给你们1个小时跟老师一起选到你们合适的衣服。喂，很晚了，不然就到1-2点了，这上面会封的。吃，走。其实他们一直没有真的去不听我的话，我们是有记录的，每一个摄像有拍到他们每一天练了多少个小时，那是真的。我觉得安慰的，他们那么的努力，我希望我这种是一种动力，不是乱宠。好多东西啊！我在做梦吗？我觉得好幸福。偷偷的出去看一下。我也要选男装。哇，陈宇，你会不会太过分了？时间过得好慢。过了多久了？还是我自己觉得时间过得慢而已。因为呢，我们这样子呢，其实有很多店里面的店长是不可以收工的。我希望我离开之前，你们陪我在每一个店，还需要跟人家道个歉、鞠个躬，因为人家这从来没有等到这样一点啊。OK， 从头开始，走，基本礼貌。好，不好意思，老师，让你那么晚收工，不好意思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再来一次。每个人的角度都要是一致的，稍微不齐呢是比平常再明显的10倍。一拍一拍来，停。这次这个东西要特别严谨，再来一次。一定要赢他们，赢过对方。想翻回来。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问题，有的是节奏，有的是唱歌的气息上面。下一场主题是力量，我们会想办法用各种方法去弥补他们在力量上面的不足。从服装造型，包括音乐编曲上面，是要花一些脑筋去想。我们一直都是要2-0。我们的目标就是赢，一定要赢。平，谢谢。这支舞其实难度大的地方是因为它还有很多抛接球、传接球。人是可以控制的，球是活的。1、2、3、4、5，6。就因为你要结合多这么多元素在里面，它就会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，其实挺冒险的。鞋垫好，雨欣，不要用剁的，就这样勾起来就好。
顺着它勾起来就可以了。上去走走，去你的那个位置。感谢各位，谢霆锋队少女彩排结束。踢馆的少女心情不爽，哎，其实也不是不爽了，反正那是给对面队准备的。他们不断在找推力上的人来踢馆吓我们吗？好，可以的。让我看到你的眼泪。对了，我们拉着手，我们拉着手走。你真快！咋了？哭啥？不许哭，不许哭！我跟你说，那是隔壁的，我们真的不能少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我们是独特，你知道吗？蜜蜂少女队第一阶段保卫战第二场，有请闺蜜团。首先欢迎都计慧眼的金牌经纪贾世凯。我们拿球的过程一定是尽量是握好握紧，是机会。优雅闪电创始人、觉醒女神苏红。武林的文雅先知张小龙，由高往下抛物线，一要这种人。时尚魔王李艾，畅销华人乐坛的金牌制作崔树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欢迎两位教头和蜜蜂少女们登场。两位教头、蜜蜂少女们，很开心又和你们见面了。哇，我今天好酷帅啊，都！今天呢是蜜蜂少女队保密战第二场，
特别是对谢霆锋队，根据我们第一阶段的三局两胜制，你们已经输了一场，如果再输一场，你们队伍当中的有三位成员将会面临被替换的危险，而挑战你们的就是来自蜂巢训练营的候选少女们，而今天他们也来到了现场，来欢迎他们。他们已经在这里等着替换你们。对于谢霆锋队，今天是你们保卫自己蜜蜂少女位置的关键考核。谢霆锋教头，有什么话要对你的成员说的吗？别听这些。好吧。挑你们自己的好就好了啊。那少女们有什么要说的吗？给自己打打气。太好了吗？吴奇隆队，你们已经胜了一局，如果再胜一局，全队安全，直接进入到第二阶段。当然，如果今天输，一切回到原点。那么，谁胜谁负就要留给第三场了。也就是说，你们还是有危险的。吴奇隆教头，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其实比赛的输赢很重要，但是我们已经先赢了一场。所以我希望你们今天这场是在舞台上面尽情的享受，开开心心的把你们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，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。要给自己打打气吗？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我们是闪耀七龙珠。哦，好，今天我们考核的主题是力量，前进还是止步 ？To be or not to be。那么今天到底是吴奇隆队直接胜出，还是谢霆锋队扳回一局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各位，全力以赴吧！蜜蜂少女队保密战第二场正式开始。我们的力量有创造力、控制力、爆发力，少女齐心。其力断金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闪耀七龙珠。放松也放松，爱就爱，不要焦虑。
恭喜你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这一次如果再输，我们七只葫芦娃就得走三个，我们一个都不能缺。本节目由渗透补水澎湃保湿自然堂冰肌水冠名播出。扫雪碧定制装体验惊喜，本节目由雪碧特约播出。即刻下载神武二手游，蜜蜂少女陪你一起边聊边玩。就是一种下马威。你如果真的这样踢到人，其实真的非常危险。那一球对我们整体士气没有打击到，反而是更加激发了我们的斗志。要你们好看。好的，谢谢霆锋队的少女们，有没有被刚才那一球吓到？没有吗？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接下来交换舞台，来吧。很好，这两位，这两位。Bad boy。这一次如果再输，我们七只葫芦娃就得走三个，我们。一个都不能缺。谢霆锋队，我们现在也有请两位教头以及吴奇隆队所有的少女回到舞台上。我们刚才看到两队精彩的表现，
真的让我想起了势均力敌这个词儿哈。那我想问一下吴奇隆教头，我刚才看到你用了一种非常现代酷炫的游戏感的这种风格，我想问你，你是怎么想的要用这样的一个小片来呈现给我们？其实这算是对我的少女们他们的一个奖励吧，因为第一场他们获胜了，那我是希望能够为他们每一个人都量身定做去做一些事情，所以我也专门去找了我的同学，他是游戏公司的，所以也专门为他们做了他们的每一个人的人物的造型肖像。好，这太可爱了，谢谢。我很快游戏公司会找到你代言。谢谢谢谢。这次看完了这两支舞蹈之后呢，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慢慢的有一点成军的感觉了，气场，上一次我特意提到的气场，气场有了。有一个人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，就是我觉得任何的一个突破，其实不是说突破于对方，是突破于自己，这就是谢霆锋队的马美丽，你真的跳得很棒。马美丽，谢谢了，恭喜你们。因为今天这一场其实是有主题的，这边是橄榄球，这边是搏击，对不对？这边橄榄球一出来我就看见了，非常清晰。搏击我真是看了好一会呢。我们中间是有四个八拍，四个八拍的打拳的比划的是一直对。啊，是这样，因为这次我们主题是力量嘛，那我觉得这两队的，先从编曲角度来讲，我觉得都做到了，而且做得很棒。但是说到美中不足，我又要说一下唱了。我只听到了一位少女在唱的方面的力度做得还不错的，就是诗如。诗如，我觉得诗如的在唱的部分的力度把握得还不错。你说的唯一有很多，你说的专辑像骗货，你其实骗了自己，骗了我。我觉得其他的少女要继续努力，加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入到第二部分的舞蹈考核，请两位教头带领各自的队员去准备一下，谢谢。谢谢。赶快披上披上，别着凉了，刚才上下来。其实从上场输了之后，我们就一直很有压力。就是上场之前，我最担心还是软软，他上场前身体不适嘛，然后状态特别不好。在第二轮不管怎么样还是会豁出去，因为这一轮太重要了，对我们来说。少废话，中国少女加油。来吴强，加油。加油，加油。状态很好。好，要赢啊。好，角度是从这边看过来，如果你太斜的话呢，你的自己的手会短的。好，第二轮舞蹈考核正式开始，我们先有请七龙珠队闪亮登场。
clap that ass. Bring it to the runway. Woo!问一下，谢霆锋队有任何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上。本节目由渗透补水澎湃保湿自然堂冰肌水冠名播出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上。
谢霆锋队，这是一个关键点。各位老师，对今天这一场考核，你们有决定了吗？谢队，现场 battle， 你有准备？不怕。我想问一下，感谢腾讯娱乐、网易娱乐、搜狐娱乐、新华娱乐、人民网娱乐、凤凰娱乐、北青网娱乐、360娱乐、百度百科、百度贴吧、人人网、QQ 空间、航美传媒、Vivi美媒杂志提供媒体支持。感谢今日头条、美拍、扎克新闻客户端、橘子娱乐、蜻蜓 FM、哔哩哔哩、花椒直播提供移动端及互动支持。登录新浪微博，参与蜜蜂少女队话题讨论，与节目及嘉宾互动。